助。那九公团这边一直以来都有在做影响力报告的问卷调查，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对于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回馈，欢迎大家填写这个会后问卷。对，可以现在填写，然后我们刚刚同步也有寄送那个发通知 email 到各位报名者的信箱。对，好，那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就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然后现场的垃圾和个人物品要记得带走。对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Yeah.